大家好，我是白龙，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我们今天要继续玩美丽水世界 Subnautica。好，然后我们上一集玩到做出了 Scanner， 所以我们可以去scan 一些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些是干嘛的，蓝图吗？还是建筑之类的东西？反正我们就前往那个太空烧爆炸的那个方向前进就对了。然后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想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我的血量现在只剩 52%， 所以我需要做补血的道具，就是这个急救箱。它需要 Craving 片，就是上次我们在那个看起来像海藻的地方上面收集到的材料和消毒剂。那消毒剂需要盐跟珊瑚块，我们需要收集一点盐，然后加上上次不是说要做这个装备吗？防辐射，它需要铅。那铅我们也需要收集一些铅需要的道具。OK， 所以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的哎呦，好，我们的道具有点多呢，怎么办呢？嗯，这个腐烂的是不是不能用啦？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丢掉，然后这个钛好多，哎，我们把钛做成那个浓缩的那个好了，钛锭好了，钛锭不知道还可不可以把它分解回去，哎，有办法吗？好像不行，没关系，反正钛锭之后也会用到，所以我先做一些储存，比较不占空间。好，瞬间空间变好大。然后这个漂浮是干嘛用的啊？一个活药的粘力浮球。哎，等一下，这可以直接粘在这样子吗？哎，好酷啊！等，那这样的话，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外面，它就会浮在水面上，对不对？我先把它暂时当作装饰品，好不好？到处乱粘这样，好可爱哦。啊，好，那我看一下这个词条。好，我们出发吧。等一下，我看一下位置，方位。好，这个方向。然后，我们需要拿到的那个银矿石，它我上网查了一下，它在之前有看到那个很多红色的植物。那个很像珊瑚，那是珊瑚吗？我不知道，就是红色植物的里面可能会有银矿石，然后还有像那个绿色草地里面可能也会看到那个，哎，就是这个对不对？怎么样？有哎，啊？怎么样？哦，它上面有跑那个，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干嘛？哼，什么东西？有一个东西解开了，我去看一下哦。是这里面的吗？哎，有哎，海鹅号蓝图已经20%解开了，所以我需要继续去 scan 更多的碎片，对不对？这样我就知道怎么做海鹅号的制作方法。原来如此。原来这东西这样用啊！我懂了，我懂了。好，那继续寻找矿石，矿石，废金属不拿了，东西废金属太多了，目前用不到。好暗哦，晚上了，真糟糕，怎么都看不到。然后我们也拿一点食物吃吧，呼吸一下，来，呼吸呼吸呼吸，喂，抓鱼，抓，抓，好，哦，这个鱼好酷啊，没看过哎，它叫做圈鱼，我们直接吃好不好？
等一下，我感觉到危险。不不，哎、欸，我要死了！这上面什么？月亮吗？哎、欸，太亮！哎、欸，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月亮也太大颗了吧？这不是月亮啦，这是另外一颗星球，也太近了吧？我剩 6% 的血啦，完毕哦！那什么东西在动？废金属吗？哎、欸，怎样？是什么？哦，废金属。这在干嘛？跳舞吗？有个东西可以扫描了，来吧，我们来扫描吧。耶、yeah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海鸥号碎片，40%。对，没错，就是这样，继续下去，在附近绕一绕，应该就可以把全部都……欸、刚怎么用？干嘛？哈？为什么鱼也可以扫？而且好多吃哦！等一下，等一下，好多吃哦！ Emergency. 1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 他们在睡觉是不是啊？哎，晚上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动哎、欸。哎，等一下，我死了！不，不，不要！我要呼吸，我要呼吸。啊，好好好好好，好险！每次都没注意到血量。晚上的时候出来补才是对的选择啦。哎，没有。每种鱼的特性不一样，像那个空带鱼的话，晚上活动力好像比较低哎、欸，真的有差哎、欸，好好抓哦，天哪，你们太笨了吧！然后啊，我真的不能过来，我要死了啦！这样我怎么补血啊？请问一下，我根本就补不了血啊！我只有死，我等下自杀好了，我回去把东西摆一摆，然后自杀。可是我东西太多，我现在家里的那个储物箱也不够、欸、真的很烦哎、欸。盐、铜矿石，哎、欸，有，又找到了，来吧，扫一下，扫一下。滴滴滴。滴滴滴，海鸥号，扫描中，耶、yeah ！是什么？没有东西吗 ？Emergency！ 哎，要呼吸，要呼吸，要呼吸，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呼吸一下，让我呼吸一下，拜托给我空气，拜托，给我空气。有空气、哦哦、救命的珊瑚，这什么东西都我都把它叫珊瑚，这不是珊瑚吧？这什么、啊？再吸一下，再吸一下。好 ，Go。哎、欸，这里，就是这种。拜托给我银矿石，拜托！我不要这个啊！这什么？铜矿石吗？铜矿石？好，继续前进。哎、欸，又看到了，赶快去扫描一下。哎、欸，那边有辐射，对不对啊？拜托，不要有辐射，拜托。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个氧气量。好，上去，应该已经80%了吧？应该剩最后一个要扫描。喂，我们看一下哦。对，剩最后一个。扫完之后应该不是可以做，只是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还需要收集那个，哎、欸，有看到了。来吧，耶、yeah ，好顺利哦，怎么会这样啊？
扫描，扫描。好，我们看一下海尔号怎么做。动力电池、玻璃二跟润滑剂，感觉蛮简单的。其他材料我都有啦，钛锭我有了，蓝图也有了。玻璃，动力电池家里有。玻璃用石英吗？我记得。是吗？还是别的东西？然后润滑剂，润滑剂怎么做啊？回去可以研究一下。上去呼吸，上去呼吸，危险，危险，危险！看一下啊、喔，还有一个是什么？等一下，我要渴死了、欸，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好渴哦、喔！回去，等一下，好渴，我在喝水。不不，回去做水。握空带鱼，那个偷窥鱼在跳，他开始扣血了吗？不要嘛，拜托，给我一条生路，我血精剩 6% 了，快死了，完了，来得及吗？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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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死掉了！我喷什么道具吗？好像还好，对不对？然后我血回满了，这样自杀是不是比较快一点啊？等一下，应该箱子里面的东西没有喷掉吧？没有，没有，没有。好，动力电池有，所以看一下哦，玻璃也做得了嘞，我们来做个玻璃。看一下哦，玻璃两个，润滑剂先把玻璃做出来。石英，等一下，这里面还有石英吗？没有，我们可以多拿点石英了。润滑剂在哪里？没有，还是在这里面。那我稍微看一下，好，这个独眼巨人号，哇，这材料感觉好难哦。润滑剂怎么做啊？没人跟我讲怎么做啊，我怎么做？好啦，这个我再去查好了，我先把石英收集好，然后我们要做吃的，对，来，再来，多做一点，好，这样，吃，吃。吃，然后剩下两个做成水，水会不会？水应该没有那个腐坏的问题了吧？看一下，水应该没有吧？我们来测试一下，把它摆着看会不会那个降低。这么有石英啊，好，哎呦，不要一直动了，不要一直动了，好了，真的只差润滑剂了，好，玻璃。玻璃在哪里？这里。然后，好，先这样。哎呦，好卡，好卡，好卡！好，我们继续探索吧。
红色的那个草，红草，红色的草，如果看到的话，跟我讲一下。红色的草，我需要红色的草，那边才可以拿到我要的银矿石。底下会不会有啊？这种绿色里面好像有很多铜矿石哎，你进去翻翻看，有没有？这谁看得到啊？密密麻麻的。哎、欸，有有有有，这里这里对，就是这种东西。这样。哎、欸，有捡到了。Warning: 3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 有有有，等一下，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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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有点远呢。这个海藻区有一只比较大型的生物一直寄居在这边，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要小心。好，刚右边刚右下角又有显示那个、欸，是要我扫描这个东西吗？什么东西解开啦、啊？会不会是润滑剂啊？没有，还是要回去看才知道。好，反正总之那个 scanner 的符号有出现的话，我就扫一下。好，下去下去下去。哦，这可以不见了。有有有有有，铜矿先收集多一点，之后就不太需要担，比较不用担心。哦，有了，红色的草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找一下银矿石。有有有有有有有很多很多很多，这应该是银矿石。有人发生什么事？不不，等一下。哎、欸。Emergency. 10 seconds of oxygen remaining. 哎、欸，走开啦！走开，走开。哇，这里有鱼在守护，是不是？哎哎哎，我要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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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险好险！好，再去看一下。要小心！天哪，好困难！红色的那个，要躲它，躲它！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去吃其他鱼嘛！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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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机挖，趁机挖！快，快，快，趁机挖！哎、欸，不，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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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觉得有点困难哎、欸，怎么办？我的银矿石，先浮到水面上。哦，游戏遇到难关了，现在。喂，才第三集，就给我这么大的挑战。好，那边还有一个。哎、欸，它会潜到水，有没有看到？它会潜到沙里面呢、欸。哎呀，好，这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工作台碎片，这样扫下扫下，不要来，不要来咬我，拜托，拜托，拜托，不要来咬我，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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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工作台碎片，所以。好，要扫三次。哎、欸，这样子很累耶，要一直上来再下去，上来再下去，好累哦。我刚刚有拿到银矿石吗？看一下哦，铜矿石，有哎、欸、有哎、欸。我们再挖一个好不好？拜托，让我挖一下。这个可以标记位置吗？不然我之后要怎么找这里？我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人，所以。
你们知道的。如果白粉有在看我玩游戏，就知道同个地方我来第二次是很困难的。哎、欸，小只的小只的，走开，走开啦，走开啦。再给我一块就好，拜托。没有看到，好吧，先上去呼吸。我们看这个是吗？等等等等，这什么？哦，盐，对，我也需要盐，两块盐。好，我们游到上面看一下相对位置。来吧，来吧，来吧，快，我需要呼吸。有。奋力的游，蛙式、自由式、蝶式。OK， 看一下，好，哦，好，我知道了，那个，我们的逃生舱跟我们太空船的反方向走，反方向游就可以游到了。哦，这样还蛮好记的。好，我们回去吧。我们拿到了一些盐跟一些银矿石，银矿石应该有两个，然后还有拿到金矿石哎，铜矿、银矿、金矿三种矿石都已经知道怎么获取了，然后应该可以做那个了，做套装了，防辐射套装，看一下可不可以做，不确定材料够不够，来吧。回程，到了，好小台哦，天哪，好可怜哦，哎、欸、哎、欸，怎么感觉有东西在推我？啊，好，我们来看看，等一下我们先把身上有吃的吗？这个把它吃掉。对，水不会烂，那个降低补充的数值，所以我水可以一直摆着，没问题。我记得装备防辐射需要细跟铅，细跟铅的做法在这里，细是这样做啊，细我很多啦，然后铅是这个铜矿石要三个。啊，我只有两个哎、欸，这里有吗？铜矿石没有哎、欸，这里呢？哎、欸，不是，我不是要捡起来，我不是要捡起来，我只是要打开，好乱哦。好，我们铜矿石不够，等一下我看一下，哇哦，需要蛮多的、欸。银铜需要再一些，可能需要再四到五个。对，那现在还没有办法。哎，配线盒可以做了，配线盒可以干嘛？我记得配线盒一个配线盒好像可以做，看一下哦，这个呼吸器。哎，我们来做呼吸器好不好？好，我们来做呼吸器。来，意外的发现可以做呼吸器。配线盒，哎、欸，好酷哦！这道具太酷了吧？可以拿在手上看吗？不行。好，那有了！为什么长这样？耶、yeah ！这样子，我们潜到深的地方的话，可以使用比较少的氧气，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海里待的时间更长了，太棒了！我们装备越来越齐全了。好，那我们这集就玩到这边。好好玩哦，好不舍得哦。好，既然这么好玩，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我是白龙，各位白粉，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好像讲了两次，拜拜。